主播看世界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世界这么好看，怎么好看怎么办？我带你去转转。怎么这么好看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主播看世界，我是小主播江一文，今天由我来主持小主播看世界，我们的口号是世界这么好看，我带你去转转，跟我来吧。我怎么这么好？今天我们去哪儿呢？猜猜看。猜看，天生我材我有才，才子最爱是挑战。君若问我哪里神，一文带你去学草。2020年2月17号，我们今天来到纽约上州威廉山去滑雪。这个威廉山很大，很漂亮，有很多雪道。我最喜欢的雪道是黑道，因为我可以从上山上冲下来，感觉像。滑雪真好玩，就是有点冷。哎，说到冷，我给你们唱个暖和的歌，《种太阳》。我也有花，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，能够播种绵一的太阳，播种一个就够了，会结出许多的太阳。送给武汉，一个送给地球人，一个挂在冬天，一个挂在晚上。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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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种太阳。到那个时候，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变得平安和健康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主播张一文，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